心情比较平静吧，享受舞台就好了。我现在就很享受，然后整个过程也很放松，就希望到时候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让创始人看到就好了。非常少见，非常冷门的风格，但是非常帅，可能会看不懂，但是要需要去品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舞蹈，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，然后也是一直之前一直练的一个风格，一直没有在创造营展示过，然后这次总决赛又展示出来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看了一下在我排名之前的学员，因为他们确实实力和人气都很高，还是希望就算不成团的话也可以成为不成团里面的第一名。想去旅游，想去游山玩水，正好到了这个春天都开始暖和起来，然后感觉很多地方都可以玩。